我国驻新加坡代表谢巴达即将卸任，新国台北工商协会及侨界齐聚一堂欢送，场面温馨。新加坡是我们的重要伙伴，能够担任驻新加坡的代表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。谢巴达指出，台湾新加坡拥有坚实基础的关系，签署台新经济伙伴协定可使两国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，未来双方以各自优越的枢纽地理位置共同建立更具竞争性的价值。在历任的代表奠定的基础上，以及在座各位不管是台湾的朋友还是新加坡的朋友鼎力的支持下，过去三年新加坡台湾的关系能够稳定而且逐渐的增长，许多的文化工作包括积极的参加春道合唱、积极的参加中秋灯会以及庄艺大游行、办理台湾电影展等等，都增进了民间交往的关系。谢巴达经贸体系出身，职务历练完整，欢送会上台商和侨界感谢他任内对促进文化经贸交流所做的贡献。